沙漠死神和狂战士，网传疯狗奥拉夫偏克内瑟斯。奥拉夫大招确实能免疫狗头的减攻速，并且血量越少战斗力越强，也有很强的单挑能力。800层狗头能打得过奥拉夫吗？我们先看看双方都不用大招会如何。内瑟斯连石像鬼都没使用，双方差距挺大的，都用大招会怎么样呢？双方可用大招对决。还是没能让内瑟斯用出石像鬼，奥拉夫觉得自己操作有问题，太追求捡斧子了。那我们再来一次，双方再次对决。这次成功用出了内瑟斯的石像鬼，可惜还是打不过，会不会是装备问题呢？我们换装备试试。奥拉夫把石像鬼石板甲换成了死亡之舞，双方再次对决。结果跟上次几乎没什么区别，奥拉夫并不能克制内瑟斯。下期视频是武器大师对决暗夜猎手，贾克斯打得过加强后的威恩吗？我们下期再见。